大家好，我是元气哥庞泽川。风水讲究的是藏风聚气，那什么样的地形才能算藏风聚气呢？一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。也就是说，好的风水形势啊，应该是背后啊要有高山为靠，前面啊远处要有低伏的小山，左右两侧相互环抱，前面的明堂部分啊要地势宽敞，并且啊要有曲水环抱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理想的环境模式，在实际选择的时候啊，只要后方的地势啊或者建筑物比前方高，左边的地势啊或者建筑物比右方高，且前方的明堂开阔，那这种环境啊就具备了藏风聚气的条件。双击屏幕收藏视频，每天分享不一样的风水干货，泽川教你趋吉避凶。